俺卡扎老当快乐老当快乐，今年我儿子老也当了，也当了七八当了家呢。俺那个小孩呀，俺没听听他们呢，听听不行，听听我做的，俺没听他们呢。俺那个小孩呢，对不啦？没他说，俺那么快乐，没听他们呢。你老妈给咱做饭，打开饭菜的。啊，你老娘，他咋了？当回事呢？啊，也光荣呢。我没事，啊，你不在，那俺们班的都，俺们班的都，那我给你不给的，不差的不走不让。怎么没事？我爸的还要，啊，没事。你老娘，也光。他咋了？当困难，困不哈了？咱们不能让他。地不拉么？他怎么俺家困难？他咋了？困难呢？太高，啥都没有。俺你不晒，俺不忙干忙了，俺你不忙。你让那俺家困难，他咋了？他咋了？困难俺家困难。